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往我们的穿越时空的猫。今天是快27号了。好，我刚看了一下我那个 Steam 上面的游玩时间，79分钟。Steam 它会帮你记录你玩的时间啊。然后，上期我们来到800年后嘛。我下线之后有用我的模拟器安装这款游戏啊，安卓模拟器这东西。到时候我把这个账号继承过去，就可以练功了。如果需要练功的话，模拟器比较好练功嘛，因为模拟器有一些记录，就是按键记录啊。以前我玩那个镜头拜别塔也是可以稍微挂机一下，就稍微挂机啊。让他自己走来走去打怪。哎呦，怎么有一只猫咪？本次奖励，好吧。本次奖励这边吧。今天是算26号了，算26号，还没嘛，还没过。所以，我们，这算野外哦。敌人六等嘛，好吧，我也六等。有网友说他玩这款游戏是他玩过最坑的那个抽卡扭蛋几率最坑的，他是这样说啊。当时我们直接看地图好了，我们要去哪里呀？哦，这里是不是？那我们怎么到这里？传送吗？这里有个人，跟他说话一下，他就说几率很低，不好抽啊。我昨天下线之后也没练啊，我觉得先不用练吧，等卡关再说，就是一个体验，你就知道你玩到哪边会卡关。这个是克利霍，有戴眼镜的哦。他的人设是眼镜研究员。我待会再把那个音乐音效再小声一点好了。我来设定一下，就好像可能还有点大声，我再小声一点。好，先不管他吧。这就是传送的啊，或者传送的啊，真的呢。我们好像从这边传嘛，这边然后走到这边，这样是不是啊？应该是啊，光没认真看。好，我们可以到左上方。有一个机械少女 ，AI 少女，这个初音吧，初音未来，初音未来的造型。只是机械初音，我是合成人类。好，我是合成人类。他是通用型人造人 Type 2-03，通称利卡机型。好，利卡，请你立即撤离。哦，它是一个重武器，萝莉加重武器之一，但是也没有到萝莉啊，身材比例好像应该算是正常版。机械女仆，锤攻击，神圣射击是怎样？我们来看一下神圣射击，魔法攻击。好。轻松啊，轻松啊！我们现在是五六等，五到六等。你要加入我们吗？超合金哦，基尔贾麦萨，好奇怪，好奇怪的字眼。
社会福利工作者哦，社福，原来是社福系的，社福系玩家。大学有那种社福系或是社团那种社福社团，从来没有参加过。好，我们获得了丽卡，丽卡要变多一下吧，应该是要变多一下。这个游戏感觉就只能放四只吗？还是三只？上阵啊，不知道。我们来看一下编队，他也没有教学吧，自己弄自己弄。哦，四只，欸，他已经编队了。然后这个是 sub member， 可能是有人死的时候是跳过来啊，不知道。啊，丽卡，哎，哦，这个只是怎么不见了？被我弄掉了，抱歉抱歉抱歉，我想说怎么不见了？能力盘，他是祭司哦。解锁一下，他是一个奶妈吗？他写祭司啊。技能的部分，治疗，我可以治疗是不是？原来他是奶妈，有一个那个拿锤子的吧？先把这个点一点，虽然应该是影响不大啦，前面的话应该影响不大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士兵而已。看看有没有宝箱。手加減はしないからな。好，我们直接攻击了啦，已经三个人，对不对？一定可以三个人打死一只怪。这里好像没东西。好，我只是走过去看看有没有那个宝物之类的，还是受伤了，出手速度不够快。終了です。次もこの調子で行こう。应该是没东西。好。制圧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水面斩是什么？水面斩这么凶啊！欸，我们的治疗可不可以在外面用啊？我来看看哦。队伍可能不行吧，因为这边只有更换，不能使用。就他技能好像，我现在不知道，欸，因为有些 RPG 游戏技能可以在外面补血嘛。好，继续走吧，可能要回到地面了吧。欸，没有，我这是一个空城是不是？天空之城。没有市民编号啊！查无此人，不存在这个世界的人类。3.31% 以下。
好，这就是有点像是你离开新手村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下一个村庄就登录登记为冒险者，但你的这个下一个村庄是800年后的村庄，就结合了那种穿梭穿越的那种穿越那个时代的那种设定。好 ，Go Go Go！ 没有什么路人哎、欸。一样，我们先看地图。好，到这里。哎呦，出来了！人类的希望堡垒，我靠！所以大地被污染了。原来我们现在是因为大地被污染，所以要住在天空。大地被污染，住天空。这个大地被污染不是很多空屋吗？是飘到天空了吗？就是未来是如果污染很严重的话，应该是空气会很污浊吧，跟现在一样。然后太阳就照射不到，然后就会进入很寒冬这样子。就是如果你发生大战，世界大战，不是发射飞弹嘛，核爆弹啊，什么核污染啊，核尘埃啊什么的。我是说我们的世界啦。好，又是又是传送，是不是？在传送。爱路之恩加码区。好，这边有回血的，我们先去回血吧。回血听说是睡觉啊，试试看吧。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世界，就是。多多跟那个 NPC 对话 ，NPC 就会讲一些这个世界的设定。好，旅馆，这跟我们那个村庄也很像啊，也是有一个妹子嘛，这边有个老爷爷。武器店，这个女生吧，时空旅行者。欸，你刚不是都说我们是时空旅行者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身上的东西可是古董欸，可以卖很多钱。最近穿越的都是穿越之后还有人带塑胶袋吗？带垃圾袋，带手机，或者他的衣服鞋子，穿越之后，然后那个他们鉴定说啊，你这个东西很值钱，我愿意跟你交换。然后那个主角就马上换了那个符合当地的服装、武器装备。马上就要去冒险了哦。这里的音乐好像没那么好听哎，觉得比较阴沉一点，低沉一点。这个不吹电扇又好热啊，吹个电扇。有开冷气啊，但是想说不要开太高。我这把武器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怨念什么怨念的阿尔德，是他女儿哦，爱你，好。另外一个女生加入我。场景城镇铁匠铺，花费金钱来购买武器防具。网友说，
这个游戏很花钱，因为要打怪赚钱，然后买武器，他是这样说啦，我不知道，因为这个老游戏的嘛，有些人都玩过，只有我没玩过吧。好，老样子，我们编多一些，满的哎，四个人的，他八等，比我们还高啊。他什么职业？格斗家，全套格斗家，粉碎者。帮他练一下，我刚可能没练满啊，没差啦，我现在也只能这样，单一路线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忘记了，刚刚忘记看，自动保存。小塞巴斯，塞巴斯不是都是那个吗？塞巴斯丁。是管家嘛，异世界都会有个管家，然后都叫塞巴斯丁，一个中年大叔，然后武艺都要很不错，然后穿着那个西装，然后头发是白色，然后有留胡子，这样就通常那个有一些异世界小说都会有这个角色啊。任务解锁，好，有任务是不是 ？OK， 然后世界各地的任务，角色任务，就是这种金色惊叹号跟这个紫色惊叹号，你就可以想象说是主线任务跟支线任务了。支线任务应该是无所谓啦，看你要不要解这样。好，这边有惊叹号，我们继续吧。好，这边有一个惊叹号，是你吗？应该不是吧。这个，什么意思啊？可以直接传送哦，可以直接传送就对了。怎么那么神奇啊？我们又传回来了。我们刚是不是在这边？对，我们刚在这边啊。好了，不管，反正我们现在就往上走了。好 ，yes。这边音乐真的不是那么好听哎，不过快乐一点，可能没办法那么快乐。有任务出来了，母亲传承之歌艾米任务。小塞巴斯得到了一个录有歌声的古老录音球，让艾米对这个录音球有似乎有印象。有报酬，任务开始，这算是我们第一个任务吧。这家伙看起来是一个工匠吧，就比较偏萝莉的工匠，是不是？他可以自己组装组建这个机器人。OK， 他妈妈失踪了，10年前。好，我们要去机场中间尽头什么什么的。这个主角，你忘了你妹妹被抓走吗？你应该想办法赶快回去啊。好，接受任务。任务已接受。这边支线任务，哇，我这么多任务哦，我都不知道哎，他自己接了。
我们要去废弃公务99。是啊，所以我们刚接的算是主线任务咯。怎么怎么怎么返回啊？这个好像是可接的协奏任务开始，编织传说之人，光影之尾是穷群星。任务开始，好，先不要好了。协奏的任务，我也不是很清楚啊。欸，所以我们刚刚那个任务到底是哪一个啊？怎么没有？上面怎么有惊叹号啊？记录。哦，一些成就吧，待会自己来领。嗯，我们先跟这个绿色走好了，应该是主线吧。然后其他支线的话，以后再自己解啊，想解再自己解。来，突然没地图。好，来到大门，然后再往下。哎，没有啊。那我到底是要去哪里呀？我在这没错哦。这边有一个绿色金刚号啊。是这个吗？移动到机场。刚刚是说机场那边找到那个球吗？刚刚是这样说了，找那个录音球。哦，录音球。会不会太小声啊？当初他妈可能为了保护他，然后就失踪了吧？破船出航。那这边应该找不到他妈才对啊！你应该调查那个货船到底跑去哪了，货机跑去哪里？这边突然出现一个这个怪怪的。家里的这家伙看起来应该不是坏人，而且是人造人。公路九九，突然消失了。好，我们要去公路九九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母亲传承之歌。什么公路九九？可不可以瞬间移动啊？这个游戏可能不行，你要自己走。这种游戏就是不让你自动啊，不让你寻路啊，不让你自动打怪啊，你要手动，就不太像一般的手游嘛，现在手游都是要自动。这里，只能点这里啊。
我们就回来嘛。现在对于公务九九怎么去还不知道。然后我们就离开机场，跟刚刚一样又来到这边，来到什么叉叉叉区的哦，这个爱路之恩加码什么区的。哦，这边是野外的吧，就是要战斗了。哇，这个真的玩这种 RPG 真的很花时间，因为我什么都没，什么事都没做，就已经要半个小时了。这个应该是很强的怪。敵性勢力排除開始。我们现在有四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是会受伤哎。次もこの調子で行こう。好，金币21，经验值1000多。这个是重要的遗物哦。支线任务就对了，是吗？好，支线。哦，你就接了一个支线。这个 RPG 的主角就是很忙啊，一直接任务很忙。哦，怪精啊！这里有一个强力的怪，弄怪我们应该是打不过啊。手加減はしないからな。因为我们之前打的怪就三那种怪都二级等了，我们现在才七八等而已。我是蛮想用预设的，就是让他用预设说，我第一轮用什么技能，第二轮用什么技能。但他好像没有那个策略，可以先预先设定一下。这应该是妈妈的遗物吧，妈妈已经不见了。被我们袭击耶。对啊，你为什么要袭击我们啊，袭击人类。久等哦，好吧，你死了。旋风打击。啊，就这样吧。被我们打晕了哎！我们这个有一个控制技能晕眩，然后他好像睡眠是不是？那没有睡成功啊！机器人应该不会睡，不知道，这不太强。结果他是假的，他不是指挥官。嘣，碎掉，突然不动了，故障了是不是？他没有做他的这个角色被我们打碎的那个碎掉，然后只剩头或脚这样。就我刚一瞬间他不是暂停吗？我以为他会碎掉，但是没有。好，请小塞巴斯修好。然后我们现在接着一个支线任务，哇，真的时间过好快啊！不怕死，跟他打一下。24哎、欸，
二四跟他打，三百多打不过，好，再见，直接送我们回家。哎、欸，我们机器人死掉了，我们奶妈死掉了，真可怜。好，我们就回去吧，回去吧。看看地图哦，在右下角。OK。哎，我们怎么又复活了？治疗。治疗。治疗谁啊？你讲。我、哦、没能量了，我没能量了。全体治疗。啊！治疗就直接治疗全体，直接奶满了、啊，把它奶满。我们刚刚被打太痛了。机械兵大概就是你要一直练，一直练，一直练，就可以打了啦。我待会再把我的账号继承到模拟器，哦，把它继承过去的。我看看看他怎么练，看他怎么过啊。这个早期挂的效益应该很低啊，应该不太需要过。我就等真的要挂机的时候再来研究。好，我们至少回到村庄吧。然后回到我们的基地。然后这边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耶，这个箭头。反正我们先补血，来到我们那个宝可梦中心呢。好，来到我们艾恩恩旅馆。他都设计好了，我们一只自选角色嘛，然后加这三个伙伴，我们就这两个伙伴，我们刚好就四只这样。好，那我就下期再来解任务，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吧。好，我就每天慢慢玩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